对各位的到来表示欢迎。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我们会把曲靖的一些风土人情、一些节气、一些节日以及民俗的活动、竞技活动以及原生态的舞蹈展现给大家。接下来为大家展示的就是布依族的一个原生态的祭祀性的舞蹈。布依族他崇尚自然，他们相信万物有灵。布依族是一个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他们是最早的稻作民族，因此呢，每当丰收季节来到的时候，他们会相聚在一起举行祭祀的活动。
再次感谢现场的观众朋友的热情。那我们在这个小小的舞台上呢，主要是给大家展示的是咱们曲靖的民风民俗、风土人情。那我想对于现场的很多的朋友啊，对于咱们曲靖来说可能也不是特别的熟悉，对，还有点陌生。那我们在现场呢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曲靖呢是位于云南省的东部，也是咱们云南的第二大城市，地处珠江的源头和广西、贵州三省区的交接处，也是咱们云南的咽喉要塞啊。正是由于这样特殊的位置，还有气候条件呢，也是非常的独特的。有一句话来形容，就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也就说的咱们云南的这个气候力非常的立体啊，可以说早上穿棉裤啊，下午就穿纱裙了，一天可以过上春夏秋冬这样的四季。是，所以说咱们的气候条件哈、啊、特别的丰富，所以呢也把咱们曲靖自然景观也就非常的丰富了。比如像有咱们失踪的君子山哈、啊，美丽的凤凰谷，咱们罗平的神奇的九龙瀑布，多彩多情的多瑙河，还有哈、啊、荣登世界吉尼斯之最的世界上最大的天成花园，那就是110万亩的油菜花海。那在大家的身后呢，有个小小的缩影，对，那边有一个小小的缩影，就是油菜花的一个缩影。在我们的身后呢，也有一个一幅图，也是咱们油菜花海的一个缩影。没错，咱们这一次到上海来演出啊，主要是对咱们云南的一些风土人情和旅游资源做一个推介。大家看到的，在我们的身后有一幅这个广告宣传画。比如像咱们曲靖现在的旅游啊，也是蓬勃的发展着，很多的国际性的赛事也入到了咱们的曲靖。比如说像今年的9月10号，在咱们曲靖要举行一个国际性的徒步穿越纳色峰海，就是后面的这些山峰，后面这个峰海，还有很多国际性的赛事，比如像刚刚落幕的世界铁人三项赛曲靖站。啊，还有国际摄影展等等一些国际性的赛事也入驻到了咱们的曲靖，可以说咱们曲靖的旅游啊，也注入了国际性的因素在里边了元素。那除了这些国际性的赛事呢，我们民间传统的一些竞技活动呢，也是少不了的。没错，咱们民间的竞技性的活动那可多了，比如像打陀螺，对，比如像爬花杆，还抢花炮，抢花炮。很多，还有打秋千，还有打墨丘。那我想现场的很多朋友知不知道什么叫打墨丘啊？可能不太熟悉。不太熟悉哈。它类似跷跷板，但跷跷板呢只是两边啊。这个打墨丘它是圆形的，上下不停的起伏，也可以说是咱们民间传统竞技活动当中的一项绝技了啊。对了，那也是咱们的少数民族兄弟谈恋爱的一种方式。如果是哪个小伙子呀，这个墨丘打的花样越多，打得越高，他也就能够得到我们姑娘的芳心，最终赢得姑娘的芳心。对了，大家也是听说过没见过，那今天就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来大家见识一下这个民间传统的一项竞技活动打墨丘。好，一起来看，一起来欣赏。阿文，谁住的？好，你谁住的？